故意喷女士香水，看看喜欢的女孩子的反应。来晚了，电影都开始了你才来啊？我上班嘛，我不得努力挣钱带你去吃好吃的吗？走吧。你刚从公司出来吗？是啊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刚下班吗？我跟同事喝了点酒去，他找我好几回了，我不去不好。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啊，我怕你生气吗？挨着女同事坐的吧？当时那不是没地方了吗？当时好多人，不光女的，也有男的。你别生气了。别碰我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真生气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别。以后你愿意跟人吃饭，跟人吃饭，愿意挨着谁就挨着谁。你干嘛呀？啊？嗯？电影我自己又不能看，饭我自己又不能吃。那你吃饭没有我能香吗？电影没有我也不好看呐。你把你自己看得也太重要了吧？那。我不重要吗？啊，那这个你别生气了。我用的。你拿着，你先拿着。这个就是我身上喷的这个吗？干嘛？送你的呀。送我就送我吧，你非得这样，你有病啊？那男朋友不见哪有意思啊？谁是男朋友？啊，哈哈哈哈。你笑了，你不生气了是不？笑了，你笑了，是不生气了？没笑。哎，你身上是啥味儿啊？你赶紧喷点香水带一带。身上哪有味儿啊？酸味儿啊？是不是吃醋了啊？没有。我闻闻，我闻闻，哎、你让我闻闻。我闻闻。开始了，快。